好了，喂，来，我们继续现在讲了。刚刚讲到哪里了？坐到这里。讲到烟火那里。刚刚讲到烟火了，然后你说你上次看烟火捡到了什么？捡到黄瓜，然后吃吃吃，然后呢？钟在钟楼上，哪个是钟楼？还可以看电视。你看每样东西都是用你的眼睛，叫做视觉。妈妈跟你讲哈，这
是我们的眼睛，对不对？这是露在我们外面黑黑的那个地方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的眼睫毛。宝宝有没有眼睫毛？眼睫毛，眼睫毛这个地方黑黑的，这个叫眼珠。十二，没有两个眼珠啊？这它只有画一个眼睛，从侧面看，这是看到我们的皮肤里面，这是露在皮肤外面，这是眼睫毛，它是从侧面这样看，对，这样懂了吗？有看一个眼睛，他说这个眼睛是怎么构造的、啊？这样懂了吗？嗯、那故事讲完了没有？有个就是这样的。味觉，那有没有读过这个？这是什么？闻一闻，叫嗅觉。才讲的这个听觉，听觉，这个呢是嗅觉。这里面没有我们刚刚讲，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？是什么字？电视的视。视觉。视觉。最后没有视觉吗？为什么没有视觉呢？因为这里已经有了、啊，它可能放不下，它就没有放了。它怎么会放不下就没有放了？对呀、啊，它这里放四本，是不是刚刚好没有位置了，对不对？它就不用放了，因为这本就是了，对不对？这本可能会就是。对呀、啊。下一个。好来，春神，宝宝来。春神，跳。三为什么要春神跳舞的为什么要进春神跳舞的森林呢？对，我们来看看他是讲什么故事好不好？他说啊，早上的时候呢，阿弟和爸爸准备去阿里山玩，他们就搭上了火车，火车啊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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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到了山上，火车要走火车道。嗯，它在火车道上面吗？对，它在火车道上面。火车爬呀爬呀爬呀，他们终于到了山顶，有一个一大片森林的地方，可以走路到山上散步。宝宝有没有去过山上散步？这是阿弟呀、啊，第一次到阿里山。晚上的时候呢，山里呀、啊、好安静。晚上的时候啊，阿弟就自己偷偷的跑了出去。有一片花瓣飞了起来，他就跟着爬进去，一直爬，一直爬，一直爬，看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树，在树洞里。阿弟呀，决定呀、啊，爬到树洞里面，爬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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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爬出来了。哎，怎么有这么多小动物啊？阿弟问说：“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山猪说：“啊，都已经三月了。”春神啊，却还不来。如果啊，春神再不来的话，我们都会冻死的。山上好冷哦。这个时候啊，花瓣竟然来了一个强烈的光芒。春天来了，春天终于来了，要把冬天赶走了。为什么要把冬天赶走？因为冬天的时候好冷哦。大家都好冷，而且又没有食物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也没有食物吃？因为冬天很冷，又没有水，树都死掉了。树怎么都死掉了？因为没有下雨啊。这个树怎么出来了？对呀、啊，
熊跟阿弟说啊，你可以帮帮我们吗？哎，结果啊，这个花瓣，这个熊，他拿这个东西干什么？他说你帮帮我们吧，帮我们把冬天赶走。所以啊，他们就决定啊，去寻找一个荧光的珍珠。听说这个珍珠啊，可以把冬天赶走。可是啊，这些树啊，在一夜之间都倒了。山雀妈妈好难过，他们只能继续往前走，希望能够赶快找到珍珠。给他们走得好辛苦啊！而且啊，他们想找一点水，却发现啊，小溪的水都干了，已经没有水了。他们只好继续往前走，阿弟呀，又累又渴，可是还是找不到珍珠。这个时候啊，小精灵啊发出了微弱的哭声，光芒一点一点的消失。这个时候，阿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，眼泪滴到了小精灵的身上。没有想到，原来阿弟的泪水就是这个银色的珍珠啊！你看，小精灵突然变得有精神了。小精灵爬起来唱歌跳舞。咦，突然之间啊，花开了，春风阵阵吹来了。他们怎么了？他们本来在寻找银色的珍珠，要救小精灵，对不对？就阿弟哭的时候，阿弟的眼泪掉下来。竟然就是银色的珍珠把小精灵给救活了，你看小精灵都活了过来，然后春天就来了。春天来的时候啊，树上就开满了美丽的花朵，大家都觉得好开心，唱歌跳舞。今年的樱花季啊就要开始了。阿弟微笑地说啊，奶奶，明年我还要再回来哦。对，他在讲说，在线美丽的森林，他介绍哈，这个世界啊，三大高山小火车就是阿里山的小火车。记不记得我们回台湾，我们去过阿里山，然后你还有去爬山啊，山的旁边都是竹林，记不记得？我不敢爬山了，我抱我爬山。对了，你好聪明啊，还记得。可是我小时候。我很不敢爬山，我的姑姑，那是大人爬的山。为什么那是大人爬的山呢？因为大人不就敢爬那个山，所以那是大人的山啊。那个时候小宝宝还不能走这么多路，对不对？现在宝宝是不是可以走好多路？